新中间嘅江南国小系用客家式行出拜年来做主题，举行咧金丝斧头爱心庆贺嘅活动。为什么好教附近嘅店家从其啲学生嘅下课过后照顾家头，未希望学生嘅做呢啲友善嘅环境动作来实做。锣鼓声咚咚滚，江南国小嘅客家式团到店门来祈福。希望店头家长时间对学生嘅照顾。香港客家是系代表吉祥，又代表幸运，是老了掉诶商家祈福一下，讲未祝福几条，未希望了掉商家吼，一来吼是按帮忙江南国小诶小孩子守护了掉小孩子的安全。在江南国小选嘅店门，主要插货店就系卖图书中加拉货嘅店门。本学生个在下课嘅时间，就安全嘅位所，定价中来接。五年前开始，高峰就开始用客家式乡村嘅方式来回馈店门。而家成日都闹热啦，多啊，唱诗吼来闹热下，安样也好啊。而我们刚好也可以利用祥事献瑞这个活动来回馈给大家。我觉得这个活动是非常有意义的，然后我们刚好也可以宣扬客家文化。就文化创新事业嘅感恩发图，得到国家嘅肯定。对江南国小推动的爱心点门，还用客家式乡村做回馈的方式，新竹县教育处杨仁威，俩大大的客家做学校来推广，希望向下建立温馨友善的学习环境。客家新闻王文耀新竹报道。